被绑是咬死的啊！苏灿、铁锹三听命，朕命你二人前往临江县，彻查那蟒蛇杀人案。是不是？上尉，说，谁是幕后主使？是是是。你们想加入俺们丐帮？ 大胆苏灿，我们是受皇上之命来办案的。阿三，阿三，奶奶，护驾！我要亲自替老兄弟讨个公道。阿三，你看那儿。 老铁，小心！